我们换个地方去放。宝少爷，你不去上学堂吗？哼，上什么呀？还去什么学堂啊？江晨又说他把书都烧了。啊？为什么呀？他说读书无用，还说要把学堂给拆了。啊？原来他是真疯了。那我们去看看吧。那行，走吧。吸取了牛虻，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对，都在组织上说话。没错，国家兴亡就在前几天，日本人借工人枪杀了一名罢工工人，他们不但不赔偿、道歉、惩修，还公然挑衅、推卸责任。我们的政府在做什么？他们一面在为划分权力、争夺地盘争吵，因为派军警殴打逮捕学生工人，对吧，老师？作为啊，就再不找新的出路，这中国要亡了。列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了胜利，已经给中国指明了方向。你说的不对，马克思主义就是过激主义。现在的中国积贫羸弱，当务之急是发展实业，大力发展资本主义。不是啊，你们说的都是些理论，根本就解决不了中国的实际问题。王先生，所以我觉得应该废止一切国家跟权威，立即行使相对自由的分配原则，行使绝对自由的无政府主义。西方文明的精髓就在于精神文化，我们要想得到西方的启示，就必须改造我们的民族精神。对啊，这是没有错。张口西方文明，闭口西方主义，可笑，可笑至极。殊不知西方人并不比中国人高尚多少。是啊，而且他们更加粗暴，肆无忌惮。他们只是拥有了机枪和大炮而已吧。我今日之中国是一堆烂泥，那西方就是臭不可闻的一坨屎。你们呢？你们就是这屎坨上的一堆苍蝇而已。你再说一遍。有辱斯文，有辱斯文啊！山太多，庙太少，到底哪座庙能救中国？俄国革命之所以取得了成功，就是因为布尔什维克政党团结了工人、
农民、贩夫走卒这些最广大的社会阶层。仲普来到上海之前，跟李大钊商议了，我们要建立中国的布尔什维克，一北一南，两个人分头行动，尽快建立我们自己的政党。建立政党就要有思想武器。我们知道你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信仰马克思主义，而且精通日文和英文，所以我们一致认为你是翻译的最佳人选。现在国内一些先进分子只读过一些片段，并不清楚共产党宣言到底说的是什么，就像那金秋的一片团叶，只认识哎。认识那一片红叶，却不了解红叶上的机理。我们是盼着能够在星期评论上连载，所以希望你能够早日完成。我回老家就是因为家里清静，不多干扰，尽快可以把它译好。好，那我就在上海静候佳音。望道定当全力以赴，不负诸公重托。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压迫者和被压迫者始终处于相互对立的地位，进行不断有时隐蔽有时公开的斗争，而每一次斗争的结局是整个社会受到革命改造，或者斗争的各阶级同归于尽。在过去的各个历史时代，我们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社会完全划分为各个不同的等级，看到社会地位分成的多种多样的层次。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无产阶级，现今社会的最下层，如果不炸毁构成官方社会的整个上层，就不能抬起头来，挺起胸来。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
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都联合起来了。现在是共产党人向全世界公开说明自己的观点、自己的目的、自己的意图，并且拿党自己的宣言来反驳关于共产主义幽灵的神话的时候了。托齐路，金安在。所以你把书烧了，把学堂也烧了。百无一用是书生。你已经不是我认识的江流了。秀才，考上秀才才能当官，当了官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对，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往圣继绝学。斩了，来，连儿子都抢走了。
孩的寡母我都救不了。都说好呀，我流着血汤喝。儿子，这天马上就要亮了，你不睡会儿？趁热吃。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现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在韩约各地组织支部，推动建党。王涛，你知道吗？你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将是各地党员建立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重要动力。可星级评论被查封了，连载是不可能的。我们直接刊印出版单行本，在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之前出版。
上去像是一本书。哪个蠢货给我寄书啊？江流，你梦里的那条小道，没有光亮，没有尽头。但在这本书里，我寻找的希望大道，就在其中。全体无产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他们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他们不提出任何特殊的原则，用以塑造无产阶级的运动。这就是未来中国的答案。Proletarians all over the world, unite! Proletaires de tous les pays, unissez-vous! 全世界の proletarians, 連合せよ! Arbeiter auf der ganzen Welt, Proletarians all over the world, unite! 全世界の proletarians, 連合せよ! Proletarians, 連合せよ! 全世界の proletarians, 連合せよ!